总会找到解答，一起走遍天下，我们就是学霸，跟上我的步伐。Let's come together, one, two, three, four. 听权力挥动翅膀飞翔，决定了永远不后退。总会找到解答，一起走遍天下，我们就是学霸，跟上我的步伐，一起赶快长大。学霸，大家晚上好，我是小东。我常常都在想，在这个展现知识的平台，我们小小参赛者们是怎么把阅读吸收成知识，知识化成能力呢？大家好，我是 Christina 黄伟轩。哈瑞尼他们即将要站在这里，用 three languages 来做演说。究竟在众多人的目光当中，他们要怎么样把这个心理压力变成一种动力呢？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先下台好不好？好啊。玩太多了，哎呦，其实不简单呢。是不简单。又要顾动作，又要顾这个那个。是，很麻烦。哎，不麻烦。好，那因为学霸呢能够称霸，既然能称霸，那就证明是无限的可能了。没错，这个有宣有动。有营养、有活力的益智竞技平台节目，是由20多年以来陪伴无数孩子成长的有机品牌 BioGreen 为你协力赞助的。今晚对垒的两队参赛者是由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亲自抽签的。好，圣母玛利亚华小。柔佛新山宽柔第五小学。每场将会有两所学校参赛者直接硬碰硬，两强正面交锋。胜出一方直接抱走每周晋级奖金2000令吉，并且直接保送到8强冠军争霸战备战，而无缘出现的一方也有500令吉奖励金以示鼓励。上个星期呢，如果有乖乖准时收看的话，就知道那个是雪龙一带的比拼呢。今天我们竟然把这个距离给拉长了那么一点点，是就是北马对垒南马，哈哈，究竟这两支队伍如何拼得你死我活呢？立马来看一下有谁。我是王泽凯。我是庄成玉。我精通三语，是学校主持不同类型节目的主持人。所以口才和反应也是后天训练而来的。掌声欢迎。我能在8分钟内做完222道心算题。我天生就不是数学天才，精算不靠智商，也不靠方法取胜，全靠后天刻苦训练得来。这个时候，马上邀请新山宽容五小的同学们出场，请出列。呀，泽凯还有程玉，哎呦，打个招呼吧。Hello。你看孩子笑了。哎，这个制服是学校的本老师制服，对不对？你们是巡查员吗？巡查员的制服。哦，好，校长有什么话想要对巡查员说？哎呦，你有纪律哦。对于宽容五小的这两位同学，王泽凯同学和庄成玉同学，能够闯入16强，我感到非常的骄傲。他们这两位同学是我们宽五的骄傲。这两位孩子，无论是在学业上或者是课外活动，他们都能够兼顾。在学校呢，也是个品学兼优的孩子，所以我对他们的期望其实说是相当的高的。我也衷心的祝福他们两位能够顺利的闯入大决赛，为我们带来这份荣耀。好，马上邀请怡宝圣母玛利亚华小的同学。我是黄玉轩。我是薛佳善。我喜欢说话，有时候说得越急也没多少人听得懂我说的话，所以欲速则不达，沟通只在简单易懂就好。我喜欢骑着脚踏车，欣赏着周围的风景，这能够让我放松自己。因为学习到一定程度就要懂得休息，补充能量啊！你不要再砍腰，一定会出穷啦！哇，这个广东话好特别哦，很特别。哎，怎么会两手空空呢？盐焗鸡呢，中午没有带给我们吃的。你要带给我们吃吗？可能校长有带给我们吃，听一下他。校长，鸡一焗呢？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学生被遴选进入学霸的第16强的时候呢，都一直在跟他们强调说，最主要是整个努力的那个过程，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我们都为他们
说声加油，加油！玉轩加油，嘉善加油，为自己成为将来的一颗星而加油。你离题耶，你怎么没有答我的题？对，什么题？就是我们的高压锅在哪里啊？我们的阴锅在哪里啊？不管了，之后找你算账哦，校长。是的，很没有礼貌哎，那两队的已经出现在台上了哈，你们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的吗？扎根圣母，放眼国际哦， okay. 代表圣母华小没有把你们放在他们的眼里。那你们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吗？没有，没有。哎呦，来发一下你们的公式，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哇，那事不宜迟，马上请他们上台，去到我们的答题区。难怪人家都说啊，最复杂的关系就是男男女女啊。你看一开始火药味就这样重嘞，非常重。哦、那学霸比一比怎么比？比赛就在攻略里头。不错。三关之闯学霸十六强，第一关八方题库，三单元比试本领。第一单元瞄准对方最弱科目水平开打，第二单元共选一科，以按铃方式抢答五道题，第三单元测试参赛者解题思路，第二关学霸价值观场外笔试考验参赛者应变能力，第三关三语演说家120秒内口才大对决。是我们的八方题库了，一共呢有八个科目那么多的，是重点是怎么玩呢？很简单，听好了，咚咚咚锵，就是呢看着对方的弱点跟痛点，然后呢咚咚咚咚抢分，咚咚咚咚抢分，没错。那八小分析图呢，你们要仔细看哦，因为呢你们可以仔细看到呢他们的强弱科目是什么的。马上来看一下大荧幕啦。那这所呢就是宽柔五小的，上边那个八角分析图呢就是学霸笔试当中的评估，下边那个五角分析图呢就是两位在校内成绩的评估啦。怡宝圣母玛利亚华小的黄玉轩和薛嘉善实力平均，校内评估成绩特殊，而在学霸笔试中英语和地理历史都表现出色，无独有偶，对手新山宽柔五小的庄成玉和王泽凯强项也在这两个科目，而两支队伍都有弱点，都是弱在偏向常识的科学和时事等科目，这场智斗之争谁将拿下首局，大家拭目以待。八方题库的第一个环节，两个队伍呢都有100分的底分，那发题者呢其实可以做选择的，一就是齐齐作答，二就是放弃作答，只让对手来回答而已。那当然，如果呢选择一起作答的话，又一起答对了，那就代表说原本10分的那题呢将会共享那个分数啦，各自呢会得5分的。当然答错的话呢就要被扣5分了。是，那八角分析图呢只供参考哦，你们可以仔细去看一下对方的强弱科目是什么，再进行这个攻略。准备好了吗，同学们？ Yes, ready.哇，非常好，好，感觉好像只有一个人 ready， 因为他讲 I am ready， 其他的没有回答。不管怎么样，这个时候呢，马上由我们的宽柔吴晓先行发题。你章鱼不忘，我将拼个鱼死网破。我方给怡宝圣母玛利亚选文学文化题，但我方选择答题。那科目锁定文学文化题。文学文化题第一题是这样的：拔河最早的名字叫什么？ A 蕨蜊， B 蹴鞠， C 牵钩。宽柔五小跟圣母华小呢都选择 C。那我先问一下好了，圣母华小为什么是 C 不是 A 跟 B 的？就是因为其他两个选项都不正确，所以就是唯一有 C 正确，所以我们就选择了 C。OK， 那当然啦，ABC 一定是选正确的那个吗？对不对？对。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宽柔五小，为什么你的选择是 C 嘞？因为 B 是古代的蹴鞠，就是一种踢足球的古代的足球。A 的那个蕨蜊，就是我觉得是类似相扑那种有打架的。他的直觉蛮准的耶。是，那答案正不正确呢？答案呢就是对的，他们 C 牵钩。那当然呢，正解呢就有如刚刚呢我们同学说的一样啊。当然牵钩呢，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啊，古代的时候呢，军中就已经有这个运动了。是。当时候呢，确实是把这个拔河称作为牵钩的。好，那这个时候呢，发题权呢就交给圣母华小的同学。宽柔五小，请回答生物科技科学。但很抱歉，我方保留实力，看你们答题就好。哦，科学题哦。
选择不回答。好，那锁定科学题。好，科学题，请听题。塑料袋通常用什么来制造 ？A. 聚丙烯 ，B. 聚乙烯 ，C. 铜铬酸钾。哇哦，宽容五小，感觉呢还蛮有信心的这题。是，很快就可以回答到哈。来，立马把答案给我们看一下。A. 聚丙烯，为什么？我们在科学书本上面有阅读过，塑料袋是由聚丙烯制作而成的。答案呢是 B. 聚乙烯。这基本上呢是有分两种，就是高密度跟低密度。那基本上也是在工业或生活上呢应用最广的这个塑料的。嗯哼，那这个时候呢，一个倒扣五分。嗯。另一题呢，就两个人两方都拿了五分跟五分。接下来呢，哎呦，就紧张了。那就不要等了，我们马上进广告。决定了永远不后退。决定了永远不后退。八方题库继续有新三宽容五小以及怡宝圣母华小的这个对决啊！哈，资讯之后呢，再次把发题权抛回给宽容五小了。朋友，冤冤相报何时了？我方给怡宝圣母玛利亚选十四题，我们选择与他们一起答题。好，一起答题，科目锁定十四题。十四题是这样的 ，Lashon 是我国第一只被接纳的导盲犬，它是在哪个国家受过专业的培训呢 ？A. 中国南京 ，B. 泰国曼谷 ，C. 日本东京。宽容五小答 B， 圣母华小答 C。圣母华小要不要解释一下为什么答案是 C 呢？我认为是 C， 因为我觉得日本的高科技应该可以培训到导盲犬出来。哦 ，OK。那宽容五小呢？我在报纸上看过这一则新闻。嗯哼，所以很确定你的答案是 B， 就对了。OK， 好吧。好。那这个时候呢，让我们来揭晓一下哈。我再看多一次，我怕我看错啊。好，我想要说的是，来，恭喜你们齐齐扣五分，答案是 A。OK，A 中国南京才是正确的解答。好了，那个导盲犬呢，其实是从西方引进这个亚洲的。一开始呢，确实是在日本。1947年的时候呢，他们是第一个亚洲国家先接纳了导盲犬的。那接着呢，在很多不同的国家都已经慢慢的接纳了这只你知道导盲犬。所以呢，刚刚我们说的那个专业培训呢，确实是在中国南京。那没关系，我们这次发题权呢，就交给怡宝圣母华小同学。诸葛亮有草船借箭，我方也来个刘备借锦州，请宽容五小借我方五分或十分，和我方一同回答国语题。好，科目锁定国文题。阿里伯嘎达，伊尼拉什么 ？Saya， saya tidak akan pergi lagi ke situ。A. kata sepakat， B. kata dua， C. kata putus。哎，都选择 C 耶。新山的朋友为什么选 C 呢？因为我认为 A 是 bagat 的意思就是合作，然后 B 的意思是有两句话，就我觉得 C 会比较大可能是正确的答案。嗯哼，那圣母华小你们呢为什么选 C 呢？因为我觉得那个 C 的答案 gata putus 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讲下定决心讲了的一句话，就是不会改变了的。哎呦，两队都很坚决他们的这个答案呢。真的，他们都很巴斯蒂，他们的格不都散呢。是，那答案呢是正确的，答案是 C。是，他们已经帮我解释了，我看我不用再解释了哈。真的，两组的同学都各自获得五分的。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进入了我们更加勇敢的时候啊！是，因为这个时候要进入抢答题，一共呢会有五题的。当然，答对的话呢会有十分，答错会扣五分，补答也是一样。对，那你们双方呢可以一起讨论说要选的科目是什么。四位同学可以一同讨论，你要记得哦，刚刚你们选过的科目题已经不能再选了，其中包括有国语题、文学文化题、科学题，还有时事题。好，你们已经有这个选择的科目了吗？有。我们选的科目是什么？人文常识。好，抢答题，锁定人文题。好，仔细听咯，这是一道
配对题，听清楚，不要急着按铃哦。有三个线索，他们在婚姻上实行男嫁女娶，氏族身份按母系算，财产由女性成员继承的，至今仍保留母系氏族社会的特点。他们是什么民族？请抢答。哎呦呦！哎，是因为完全没有头绪吗？完全不知道答案，应该从哪里开始想答案？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的那个族群。OK。哦，好，那我就宣布答案了。答案呢是闽南嘉保人。什么？闽南嘉保。哦，是马来西亚的。嗯。好了，第一题没有人回答，马上进入第二题。我们熟悉的母亲节是源自于哪一个国家？请抢答。哎。宽容无小。美国。是真的知道答案吗？还是猜的？不是猜的。他讲的。就之前在在文章上有读过母关于母亲节介绍的短文。是。那我还想，你们觉得美国是对的吗？是的，哦，所以你们也知道答案，可是慢了。没有，他觉得是美国还是英国，他不确定。哦，到底是美国还是英国呢？我先说那个发起人的名字给你听一下，他叫 Anna Jarvis。你觉得是英国还是美国？这个名字美国、英国人都有，不是吗？答案是美国。好，恭喜！恭喜宽容无小得十分的。好，我们准备下一题喽。嗯，这个题目呢需要两个答案。这是什么运动会的标志？第一届奥运会是在哪国举行？请讲答。宽容无小。奥运会希腊。奥运会希腊哦。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希腊有一个古迹是有关奥运会的。你们的答案呢是对的。恭喜得十分。好，那奥林匹克这个标志呢是由五个套圈哈组成的，有的是呢蓝色、黄色、黑色、绿色跟红色。赶紧啦，马上来看人文题第四题，抢答题是这样的：亚马逊河流经过很多国家，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等等，但是亚马逊河大部分在哪个国家的境内？该国的人民还自豪地称之为河海。题目是：亚马逊河大部分在哪个国家的境内呢？请抢答。哎，刚刚直接把手伸上来是要弃权的意思吗？哦 ，surrender！ 不要不要不要！第一题耶。对。好啦，答案其实是巴西。嗯。亚马逊河呢，它位于南美洲的北部啦，它是世界上流量流域最多、支流最多的河流，相信很多人都认识它 ，Amazon。好，第五题，喀达赞人的传统舞蹈是，请抢答。嘿，我以为很快会有人按铃哎。真的。喀达赞，圣母华小，请作答。苏马扎舞，苏马扎舞，苏马扎舞，正确的答案是达瑞安苏马扎，恭喜你答对了。耶、十分，送给圣母华小。对，这个舞蹈呢很可爱，对，它是舞蹈进行时，排排的男女呢，舞者面对面呢会伸展双臂哈，然后呢随着六个鼓声的节奏呢，模仿鸟儿飞翔的动作啊。来到了第六集，相信呢观众朋友们觉得很熟悉思维题了，对吧？觉得很熟悉，我应该会讲五个字，脑细胞连接，是吧？我就偏不说啊，可是我还是要说五个字。哪五个字呢？脑筋急转弯。耶、好，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题目是什么哈、你们桌上呢有就是非常普通的图形，可是呢问题就是呢你们要移动三个火柴，然后把它促成一个汉字。哎呦，移动三根火柴，对，其余的都要 remain， 是，就是原封不动，对，只动三根，清楚吗？清楚的话，那我们就立马开始喽。哇，又是一道烧脑的逻辑思维题啊！宽容无小的同学们很快速的在板上呢留下了答案，他们将中间的三根火柴拿掉，形成了木字。不过啊，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呢？同学们呢、题目说要移动火柴，而不是移除火柴啊。圣母玛利亚的同学呢，也开始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哦。他们移动了图中下边部分的火柴，会排成什么样的汉字呢？
宽柔无小的参赛者重回实验桌子，这一次呢，他们排了一个李字，可是还要有一根多余的火柴，不知道要往哪儿摆呢？圣母玛利亚的参赛者将左下的三根火柴做了公洞，那最后的答案呢，就锁定在一个男字。而宽柔无小将最后一根火柴放在李字的左上，成了一个撇，这个是汉字吗？同学同学，移动左下的火柴一根放在上方的中间，另外两根火柴棒跟随着这个字尾巴，哎，这不就是个电字吗？哎呦呦，好可惜啊，一起减五分，思维题双双惨败啊。又是一个短短的距离五分呢。可是我们都说了嘛，学霸这个节目呢，不只要考大家在这里学术上面的一些问题而已，我们有时候呢还蛮注重课外活动啊，人品有没有啊，道德好不好啊之类的。这么重大的任务马上交给我们户外主持人 Lisa 杨丽莎。想要当个好学生，除了学业成绩要好之外，个人修养也是很重要啊。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我们要测试的就是他们在德这个行为准则里头累积了多少修为。那么要知道，学校除了鼓励学生要用功读书，也教导他们为人处事之道。今天的测试场地呢，我们选来了一家别具特色的咖啡厅。一共呢，我们会对学员们进行五项测试的环节，包括通过个人礼仪和谈吐、日常点餐对答方式以及遇到突发状况如何应变等。我们选择做一个好人，选择做善良的事，不是为了回报，而是因为这是对的事。觉得自己怎么样对待他人，他人就会怎样对待自己。你看待世界是美好的，你的世界就是美好的。嗨，同学们，那你们刚才在棚内比赛那么辛苦，我是时候要慰劳你们一下咯。谢谢丽莎姐姐，谢谢熊哥哥。可惜，我觉得是有蹊跷，明明还在比赛。我们不会被骗的，放马过来吧。聪明的孩子，这就是你们赛前自选的一场社会行为观察考验，但是实际的考核内容你们绝对猜不透也摸不透的。这是要考验我们的应变能力，是有发生这个状况要我们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样子。在这家餐厅里会有多少种突发状况出现呢？我们将观察参赛者的真实反应，那就先从社交入门技巧和人打招呼开始吧。四名参赛者的表现 Welcome， 但是谈吐有节，彬彬有礼了。来，所有同学们，你们自己找个位置坐一下，然后自己点餐，这是今天午餐的钱。可以，所以 Hi，Welcome。 在社交礼仪中打招呼时真诚地望着对方，可说是礼貌的一种。那从一进门，我们的参赛者一路被领到餐桌坐下的这一段时间，他们都有和餐厅的服务人员有眼神交流和点头，并且不停的回话，一起来听听。谢谢，谢谢，谢谢。他们就一直说谢谢谢谢，真的是有礼貌的孩子。这个是你们的餐具。可以，谢谢。我和钟婶暂时退到场外观察，第一次在没有大人的陪同下，十二岁的参赛者在餐厅里的这一餐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发展呢？青山宽柔无小的两位小男生，那他们在这环节都表现到基本的礼仪方面都 OK。 反倒是圣母队慢慢感受出小女生对陌生人还是有些警觉心啊。两位都显得比较文静，我觉得是可能他们不太习惯这样子，就是直接的一个接洽这样子。第一轮的社会行为测试，两队真有理，高分过关。This is our menu. Your first time again. Okay, you have any preference? Maybe I'll take. 十二岁少年的生活能力，一般上自己会到餐馆自己点餐，这也是个逐渐自立自主的年龄了。既然学霸强调三语并重，我们就看看餐厅服务员给参赛者开出了什么样的考题。It's a wonderful day, isn't it? Yes. Hey, how are you? Hey, I'm good. Yes. Have you tried our food before? Okay. This too is our famous food. Are you happy? Yes. Bolognese, alright. I think this.
Alright, so to Bolognese. Yes. Yes. Ada rumah berapa? Nampak muda aja. Dari mana ni? Johor. It's wonderful, isn't it? How are you? Jangan. My name is Kim. And do you try our food before? No. Ada suka makan apa? Smoky duck and potato salad satu. Okay. Yeah, chicken chop with mushroom soup. Tadi tambah burger aja. Dari mana ni? Dari Ipoh. Ipoh lah.线上看柔武小的话，在表达方面可能有点不流畅。圣母玛利亚小学那边呢，就很明显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比较大的一点的落差。三一点餐两队的表现中规中矩，不过他们算是成功给自己点上一餐了。宽谷队点了两份番茄肉酱意大利面，而圣母队点了熏鸭肉、马铃薯沙拉以及鸡扒配蘑菇汤。既然知道这是一场比赛，就不知道他们吃不吃得下呢？因为社会行为的真实大考验何止是那么简单呐、啊？两队在这个餐桌上还会遇上什么麻烦事呢？决定了永远不后退，决定了永远不后退。Enjoy me。Can we change to nasi goreng biasa？ 当餐点摆了个乌龙，服务员下单又出了错，你的选择是保持沉默，然后迫使自己妥协吃下不是自己点的食物，还是维护自己作为消费人的权益，坚持要求换回自己的餐点呢？ We order this. 那其实呢，是要测试他们到底会不会在整个刻意刁难的情况下，向我们阐明他们作为一个消费者的利益。好，谢谢。嗯，就是你的啊，这个是你点的，这块你很多了。刚刚是谁写的？这是你点的，你点的，我点的是 salad， 因为我要减肥啊。Smoky duck and potato salad， 三个 chicken chop with mushroom soup。其实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份来是什么。这是你点的，你吃啊。我是要减肥，我没有吃这么多，你吃你吃。对不起，这不是我们点的餐点，不好意思。是的，单上是写着这一份。可是这不是我们要的。能换一下吗？能换一下吗？不好意思。你们要换的话，要提早告诉我。这样没事下，可以了。那这份你吃。哦，这是我，谢谢。大家，我要见你的经理，可以吗？对不起。好，不想要浪费那个食物，所以就是还是坚持吃哦。我们点的是，不好意思，刚刚你们明明就是点了就是吃豆菜。是啊。对。可以叫那个刚才点菜的人出来一下吗？一盘这个，一盘这个。一盘这个对吗？一盘六六。OK。就不用这样，我们叫这两盘。OK， 不用换。OK， 你可以吃啦。可以。哎呀。那你说，我咳嗽了。三。刚才其实我一开始啊，就是你后来我点了过后，你有讲是两个菠萝蜜，但是你现在来这个不用紧，因为他已经吃了，我们已经吃不用紧了。你确定另外一个是菠萝蜜？另外一个是菠萝蜜。OK， 一定要讲出来啊，因为。要不然可能会对你有损失。我们可以看到两组学校的参赛人员最后都妥协了。宽入五小方面呢，他们就有稍微的比较好一些，就是有两度召见那个招待员。圣母玛利亚学校他们其实有提到说要叫经理来，那如果他们就坚持的话，其实是会比较好一些的。两所学校在这个单元呢就拿到一个评分，双方都拿到22分。而接下来这盘意大利面过酸，还没解冻的熏鸭肉配上不新鲜的生菜沙拉，发黑的牛油果配咖亚以及柠檬。OK 啦。Waitress, can we change another one? This seems not like very fresh. 当餐馆的食物卖相不新鲜，口味不好，你会怎么做？正确的处理方式就是礼貌要求退菜才是。不过这些经过特别处理的餐点，我们的学霸参赛者就没有辣吗？其实有一点，其实味道很重很重，然后没有酸酸，
你很喜欢吃酸酸的人吗？没有，谢谢。这个 potato 很冷。它的肉比较冷，可是我以为是它的特色这样。可能在对食物不新鲜这一块呢，其实在认知方面可能是比较缺乏一点，就是他们都没有察觉到我们设下的陷阱还有圈套这样子。哎，餐点不新鲜这一环，学霸真的败给了两队参赛者珍惜食物的美德啊，所以两队一起拿了十分，不过不失。设立了一个小小的陷阱，刻意的找过钱给他们。结账。Okay, this is your change, 12 ringgit and 70 cents. Okay. Thank you. 我们刚刚给30块，然后呢，他应该找我们12.3。对。社会行为考核需要敏锐的观察力，懂得判定一些行为的对与错，并会做出纠正的动作。35块，然后这样，你可以帮我 miss 那个 ，OK， 然后这样。好，来，剩100。这个是找你们的钱，我看这个收钱。64.8，64，这么找多啊？你找多钱了，老板？因为我们给你100块，然后我们是35块，然后应该还有我们64.8。可是你这边有75块。你找多了钱，应该是64.84。找多少钱？找多了。20块，好，谢谢。哎，好，赚到了。其实我们在当中呢，有留下了一个伏笔，就是说，当那个招待员拿到那个钱的时候，其实他是有说他自己赚到了，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两所学校，其实他们也没有太过在意，也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细节。那其实呢，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把多余的钱交还给收银处，因为招待员可能他会自己占为己有。对对对，是的，是的。这次德育考验，两队的观察能力有待加强。虽然说善良是个美德，但可要有原则呢。过度忍让和妥协可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哦。两队在这场实境考验，宽五队得了75分，圣母队70分。平时在外面吃东西都是我爸爸帮我解决这些问题，我第一次就是能够自己面对到这些东西，然后自己解决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还有一些进步的空间可以去再加强，就很像在那个点餐错的时候，我还可以再就尽量叫他换掉那个我点的那点错那菜。很多情况的时候，那个不够去冷静，然后就是去解决的方法不是很够，没有那么明智。的小朋友哎，非常懂事哎。如果不新鲜，吃了肚子痛，哎呦也是麻烦可大。是，主要注意身体的健康了。啊，好吧，演说的这个部分，这么重要的环节，肯定要有重量级的评委。没错。那大众评委呢？每个人都有2分，总共加起来啊是24分的。大众评委00后的表表者 ，V learn from failure, not from success， 是雪隆区独中生，也是中学级别的三语演说家。演说能者能辩也能评，他们对语音、声音变化、表情的演绎和手势运用都有一定的要求。不过刚刚我们有说过嘛，这整个环节呢，总分是100，也就是说剩下的76分呢，就在我们重量级的3位评委手中了。哎呦，同学们一定要加油啊！是，好，那来看一下他们的考核内容哦。除了要讲三语之外呢，关联物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太复杂，太难了吧？运动会赛事需要什么？就是需要能够把现场赛况绘声绘影地转达赛情的赛事评论员。今晚串联演说的3选2关联物是包青天、飞天毛毯、旧时代的收音机。喂呜！马上来看一下，有的是包青天。错错，不是，是宽容五小的表演。哦。正式开始。欢迎收看今天宽容无暇的足球赛。到底今天足球赛的冠军杯鹿死谁手呢？当然就是我支持的红队啦，他们已经蝉联足球的冠军多年，而且还与猛将梁哲颖。
还有一只异于常人的黄金左脚，想必能让他们卫冕今天的比赛。可没那容易，这次的比赛的评判可是由美少女包青天之称的于诗璇老师，他出了名会对于那些犯小错误的球员出黄卡，红队时常都有小冒失，今天可要多加注意咯。现在双方球员都已经进入赛场，比赛即将拉开序幕。 As we see, New Juwin is running as quick as a flying carpet. He dribbles the ball with a 5G speed. Now New Juwin is running towards the goal. Now New Juwin passes the ball to his teammate An Qi Le. Oh no, An Qi Le misses the ball. The ball is tackled by Tan Yao Le from the yellow team. Tan Yao Le dribbles the ball and tries to avoid the obstruction in front of him. Yes, he makes it. Tan Yao Le successfully shoots the ball. Tan Yao Le is running towards the goalpost. The goalkeeper tries to defend. He shoots the ball and goal! The first goal is for yellow team. Bravo, Tan Yao Le from yellow team. Sekarang tibalah kemuncak perlawanan bola sepak antara pasukan merah dengan pasukan kuning. Pasukan merah berseri dengan pasukan kuning. Kedua-dua pasukan mendapat satu jaringan gol. New Juwin menggelecek bola dengan begitu bersemangat. Dia ingin menghantar bola kepada ahli pasukannya. Tan Yao Le yang bergelar Radio Antik yang berfungsi baik telah menyerang dengan aksinya yang begitu hebat. Dia telah membawa bola ke arah tiang gol. Jarak antara mereka hanya 2 meter sahaja. New Juwin berjaya merampas bola dari samping.怎么感觉上他们好像不太够时间是吧？是，好像还没有做一个结尾哦。可能在时间拿捏上面呢少了那么一点点啦，不过没关系，那不代表所有，也不代表说你的分数会很低，好不好？是的。等一下呢我们再来听听评委怎么说了哈。对，好。决定了永远不后退，决定了永远不后退。学霸冠军人马将赢得八度空间奖励15000令吉，作为学校发展基金；亚军3000令吉，季军2000令吉，以及第四名500令吉。此外，所有参赛者每人将获得 BioGreen 赞助奖品及嘉许文凭一份。那这个时候呢，马上看一下，就是来自怡宝圣母玛利亚华小的这个演出。哇！好，阿爸哈巴什么？什么搭档可吓人地位老板 ？Saya Esther. Saya Jason. Kami akan menjadi juru ulas bagi perlawanan bola sepak ini. Yo, nampaknya pasukan Awal Maria Komen Ibo dan pasukan Funyu Lima Johor sudah mengambil tempat masing-masing. Wah, bukan main seriusnya.Tengok muka mereka yang berupa hakim pau. Tegas betul. Tentulah serius. Pasukan yang berjaya akan melangkah ke pusingan akhir. Haraplah impian awal mereka tercapai. Perlawanan pun sudah bermula. Mari kita saksikan. Wah, 圣母队的前锋玉轩气势如虹，以一招飞天毛毯越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人，宽容队多人都拦截不了。他现在到了龙门前，只见飞脚一射 ，Go 进球了！宽容队门将眼睁睁看着龙门被攻破，圣母队暂时以1-0领先。过去八年都夺下冠军的宽容队气势受挫，常胜军如今好像旧时代的收音机，非常经典，但要被后浪冲倒了。话虽如此，比赛才开始不久，宽容队的势力也不容轻视，可能来个大反攻。毕竟球是圆的，让我们继续追看下去吧。For those who are just with us, we are now in 8-degree sport arena, covering Malaysia Open Football Championship. For your information, Team Awal Maria Ipoh has scored in the first half, 1-0.Both teams have shown the highest level of team spirit. I can see spectators are enjoying every minute of it. Yes, I agree with that. Funyu Johor is leading 2-1. I believe if Justice Bao is here, she is also will have a very hard time to satisfy the players. The spectators, 不好意思。
次时间到了。很怕等一下脚超时了会被扣分还是怎样呢，就是可能会被批评这样子。是的，那两个队伍的演出呢，同样的都做了一个 mistake， 就是来不及讲完他们要说的东西。真的，我明白那种心里边的难过，而且我现在很想哭。不要哭不要哭，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我跟着他们哭。特别是成玉，成玉怎么了？是不是觉得很难过？是，我相信两个队伍都觉得很可惜。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紧张的时刻了。大众评委，你们准备好了吗？心情很好哎，你们干嘛？小朋友们时间不够，你们乐呵。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交给你们了。第一排的评委，请举牌。青山宽容五小六分。好，第二排的大众评委，请举牌。新山宽容五小八分。哇，我把它投给了宽容五小，真的是身临其境，好像真的是感受到有一场足球赛就在我眼前发生。他们虽然是超时的，可是他们的热忱，而且他们给的能量是很足够的。喂，怎么会大家都刚好答案都一样呢？是，那没关系，我们再看一下第三排的大众评委，请举牌。新山宽容五小八分，跟怡宝圣母华小两分。我的票是投给怡宝圣母华小，而且我也喜欢他们的自信。当然，这时候呢，我们就要问一下我们的评委了哈。I'll talk in general for both the teams, okay? Now, when it comes to the energy and synchronicity of being a team player, you got my support. Second of all, that's not all, it's through under pressure. When you guys were under pressure, you pulled through. Even though you were underrun or overrun, you guys pulled through. And that's another thing which I hold true and dear,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And number three, most of all, what I'm most impressed is your composure under pressure. And that's what commentating is. You are constantly under pressure, but you pulled through. And I realized that your face was blushing red, but you still managed to pull through. And that is what it's a true commentator is all about. For SJKC Fun U5 Johor Bahru, I give 16 out of 23. And for SJKC Ave Maria Convent Ipoh Perak, I give 19. 宽容五小呢，目前是228分。圣母玛利亚华小呢，是201分。Tahniah kepada kedua-dua pasukan.Tapi ada sedikit yang saya perlu tegur kedua-dua sekolah. Bukan sahaja untuk kamu berempat ataupun kedua-dua sekolah. Kesemua yang ada di luar sana perlu melihat kepada penggunaan tata bahasa ataupun dalam Mandarin. Mungkin host boleh betulkan saya. Wenfa. Wenfa, yes. Ni kan, so saya kena cakap Cina. Wenfa, wenfa. Iaitu ada beberapa kesilapan besar yang saya lihat yang boleh membawa maksud yang lain.Jadi perhatikan yang tu. Apa-apa pun saya ucap tahniah kepada kedua-dua pasukan. Cukup hebat, cukup baik. Untuk SJKC Fun U5, saya terpaksa bagi 14 daripada 23. 14分给宽容五小的同学。Dan untuk SJKC Ave Maria Convent, saya terpaksa bagi 17 daripada 23. 17分给我们圣母华小的同学们。是，那目前的这个差距呢，看起来还蛮大的。那没关系，还有其中一位评审，我们的总评委老师。这个两队都没有完成这个内容啊，时间掌控出现问题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整个内容的分数都偏低。但是从这个内容的丰富性来看，我觉得宽容这里是略微略胜一筹了。然后我们也发现到两组在营造气氛方面啊，从手势的营造到面部表情的那种制造啊，我都觉得相当到位。所以在这个舞台呈现的效果而言，我都觉得你们都很努力去感觉到自己在现场在播报。这整个语调的使用上，毕竟这是一个赛事的播报员哦。那我觉得宽容小学这里的那个语调使用上是更接近我们期待的这种赛事的播报员，反而圣母小学这里呢就有点像演讲了哈。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分数都偏低，都偏低，差距不大哦。我给这个圣母玛利亚华文小学是。18分，十八分。我给这个柔佛新山宽容五小是19分。
句话来说呢，一定要好好恭喜一下我们宽容五小的泽凯还有程昱啦，很棒，不要再哭了好不好？人生中失误有很多的啊，要慢慢的适应。重点是你们带回了2000令吉，哎，带回学校当发展基金，哎。那当然，我们圣母华小呢也别气馁，你们也获得500令吉的这个奖励金啦。智者称霸，学霸。快长大，不当懵懂的娃，要当一个学霸，知识都在发芽。总会找到解答，一起走遍天下，我们就是学霸，跟上我的步伐，一起赶快长大，不当懵懂的娃，要当一个学霸，知识都在发芽。Let's come together, what you waiting for? Let's come together and we change the world. 用尽全力追寻你的梦想，尽全力挥动翅膀飞翔，决定了永远不后退。